锵，我是木米，我们的暗架又再一次的复活啦，呼呼。好啦，对我们的狗狗已经在这边有没有独守空闺超级久了，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猫咪狗狗大对战。今天我们要去来把我们的旁边这只猫咪完成，然后要来去找我们可爱的小猫咪啦。大家如果有去我的粉丝页看就知道，我们家的小猫咪就是这样黄不溜丢的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做黄色的猫咪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材料呢就是一大堆的黄色，有没有？然后先把它的脸边先做出来，它可爱的脸边。然后这边是颗粉红色的鼻子。然后因为它猫咪它的眼睛比较小颗一点，然后脸也比较小，所以只有5×5而已。哎呀，然后这个这里，然后上面这里我们是黄色的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它的脸就这样超级短的脸，然后上面我们就往外这边延伸4个。然后中间这里猫耳朵是不是这样就完成了？它的脸是不是超级的简单 ？OK， 我们就可以下来踩这只羊咩咩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，小笨羊？然后下巴中间啊，我们这边要帮它做一块毛，因为它下巴不是有那个胡须须，就是这样一片的毛毛之后就可以来做它的脚了。那它的脚比较不一样，是它腿的毛这边是白的，然后上面这边一个这个要是白色的，然后其他铺成方块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猫咪的脚脚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的屁股后面有没有？从这边看是不是很像猫咪金字塔？秒荒大帝要出来了，出巡啊！好啦，我们的屁股就对，因为猫咪的尾巴是长长，我们就让它长到天际，想要多长都可以，随心所欲的猫咪。我们毕竟是秒荒大帝啊，然后再把这个不要的地方都剪掉，这样我们的猫尾巴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样看起来就超级的可爱，有没有？我们的猫咪狗狗就这样。情的对望，在黑夜之中，你浓我浓，哎，没有这么和谐，这样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毕竟是猫狗大作战，所以我们的猫咪脚脚这里就稍微的改一下，我们的猫咪要去蹭狗狗的脸，这里狗狗在这里，我们要来蹭它的脸，哼，你怎么可以对我无礼？我可是苗荒大帝呢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猫咪摸它的脸说：“哼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？”哼哼，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来去我们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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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丛林吧，就是我们上次去抓鹦鹉的地方，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地方，对，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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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的，很像那个史瑞克里面的那个什么很远很远的王国那种概念。是的，现在记者为你报道，我们现在正在身处一个在无人岛的地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是伸手不见，是海阔天空啊，后面一整片都是海啊。好啦，我们到这里之后，嘿嘿，对，我现在就是来到了这个交界处，还有上次这个我们没带走的鹦鹉，居然也全部都又出现了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额外的 surprise 吗？好啦，我今天就是我们要继续在这边找一下东西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中介，不然我想要去拿那个叫什么翘翅吗？还是翅膀啊？随便啦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想要去拿到那个，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飞过来。因为我后来才知道，我现在身处的那个位置啊，它有一点点的尴尬，是处在正中央，然后离丛林是都超级超级远的，因为刚好我这张地图是没有丛林。丛林在很边界的地方，什么森林、冰原 ，OK， 都很好找，就是哇，普利帕，
就是偏偏那个什么超级远，等一下我现在有弓箭，我怕他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他人呢？我刚刚看到这鬼怪，哎、欸，他躲起来，他躲起来，我们偷偷射他。等一下他跑去哪了？那只苦力怕跑去哪？我刚好看到他。等一下我们，哎、欸，苦力怕不见了，我有没有想要射那只苦力怕的？古尼帕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发现西瓜了，结果没有找到吗？我刚以为这是猫咪嘛，结果只有西瓜。哇，现在什么都没带，我们就带这样随便挖一挖，反正这样子也可以拿西瓜回去，终将可以做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可以来玩酿造了。我上次在死亡百科里面玩到酿造，真的是玩的不要不要，我觉得那个超有趣的。然后可可豆，可可豆其实我好像只能做食物，没有什么用。哎，这样子，我觉得可可豆没有什么用，我们就别拿了。哎呀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边的会打人呢。哎，我的箭友明明就有击退。哎呦，哎。现在没有晚上，为什么这边的蜘蛛凶巴巴？然后我刚刚远远有看到蜈蚣在那里，蜈蚣呢？欸、蜈蚣呢？哎、欸，蜈蚣，蜈蚣，蜈蚣！我这样远远的射到它吗？哎、欸，它居然可以射到我呢！呵，成功的收到了这个弓箭，有没有？结果我们是在丛林里面打怪的吗？说好的猫咪嘞，怎么一次都看不到？我们要找到有小鸡的地方，这样才可以。诶，在那边，对面，对面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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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诶，他人呢？猫咪。等一下，河豚可以喂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用正常的好了。河豚不知道可不可以喂，因为我看说只要用生鱼都可以。哎、欸，猫咪呢？在上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下来，你上去，亲爱的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快不要转圈圈了。啊，是小黑猫！我不要小黑猫，为什么是小黑猫？好了，我要去找小黄猫。终于找到一只小黑猫了，真是超级开心！完全是在什么狩猎的路上找到的。哎，猫咪不会跟着我回来吗？猫咪，猫咪呢？还在这里。好啊，去找下一只猫咪了。哎，我这样拿着鱼，它鱼它们会不会吸引它们出来？嗯，有小鸡，这里有小鸡。看有没有小鸡的尸体。喵喵，是谁啊？是我们家后面那只在喵啊！我以为是又有新的小猫咪了，说，哎、欸，有声音啊，是你吗？哇，结果我找，哦，有蓝色的小鸟，嘿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蓝色小鸟，是这个，是猫咪。等一下，猫咪，猫咪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鱼，是鱼，是鱼，这里有鱼，你要去哪？哎、欸，猫咪呢？猫咪呢？哎、欸，它溜得好快哦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是僵尸，是僵尸。哦，还好我有哎，走掉了啊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你不要走，有爱心，有爱心的，你不要跑，不是爱心的。哎，疯狂点，疯狂点！哎，是鱼，是鱼，孩子，是鱼，孩子是鱼啊！糟糕，这只猫咪不受控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已经喂它鱼了吗？哎、欸，他是不喜欢这个鱼啊！等一下，鲑鱼，你还是你想要吃鲑鱼？有高级的鲑鱼？哎、欸，有了吗？他是要变身了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把我们逼到墙角还可以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其实我喂了超级多的鱼、欸。
小黑，你说怎么会这样？你的伙伴啊，我追他追这么久，为了他这么多的鱼。Hello， 大家，就是对我们刚不是已经找很久很久的猫咪了吗？实在是真的是到处都找不到猫咪，只有找到我们家后面这只小黑猫而已，就是它，就是这只我们的新伙伴小黑猫。但是我想要找到小黄猫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好了。我要在这边先扎营，我要在这里疯狂的钓鱼，有没有？我一定要找到小黄猫，不然我们就不回家啊！不小心打到脸了，喂鱼宝宝。好啦，大家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说我们家这只小黑猫要叫什么名字好了。然后下一次我们先找到小黄猫，我们再回家去好啦。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做什么样的按赞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对这一集就是我们的小黑猫与一大堆鹦鹉的旅行。噔噔，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按个喜欢跟订阅我，也不要忘记旁边的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